就几个人决定的，其实是民主倒退，而且是司法沉沦的。他六个鉴定人又是什么意思？他们就是提供，就是我是觉得是有黑暗势力在玩弄这个数字哦。这个六也有一个，因为在不成文的这个黑箱里面，三啊六啊二啊一啊都有特定意思。多说点，所以说这个六是有什么样的概念吗？我感觉这是外国势力，所以就是这次的事情、是被挟持。你们大概简单来说，外国势力大概是指的是哪些？我跟你讲，他们是用同性恋在玩台湾。那我跟他们的立场还是了解，但是我不是很欣赏他们的一些是太小。对对对，我不是很欣赏他们的作风。对对对，就是。所以同目标不同路，对，不同方式。看到你怎么用你的方式改变他们了。我你比你年纪轻，我一定看得到。擅权专权，我看得到，我会 follow 你的。说这一次的释宪案，它的时机不对，因为立法院正在审，而且这在社会上造成这么大的争议，而且完全没有共识的情况，那这样在这边这时候来做解释案，让我们人民觉得说你应该要回避，而且你司法权不能来侵犯立法权。